同学们好，我是你们的李老师。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啊，是一个踢足球的故事。好，现在呢，同学们来看一看这一幅图里面，是不是在一个漂亮的足球场呀？对了，然后呢，有许许多多的小朋友在这里玩什么呢？踢足球，对不对？很好，首先呢，老师告诉大家，今天啊，有16个人来踢足球了。可是呢，现在呀，只来了多少个人呢？只来了9个人。还有一个信息就是，这个女同学所在的这个队呢，他们已经踢进了4个球了，非常的厉害，对不对呀？好，这些呢，就是这幅图呢，告诉我们的这些信息。那么现在呢，老师有个问题，想要请大家来帮助老师解决了。老师的问题就是，还有多少个人没有来呀？同学们再来看一下，有16个人来踢球，来了9个人，然后呢，有一个队呢，踢进了4个球。那么怎么样来解决还有几个人没来这一个问题呢？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来整理一下，好不好？首先啊，我们要来整理一下我们都知道了什么，这一幅图里面都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，好不好？首先我们就知道了一共有16个人参加今天的踢足球比赛，对不对？可是啊，现在呢只来了9个人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知道的一个信息。还有呢？还有吗？对了，还有呢，就是有一个队啊踢进了4个球，对不对？那么怎么样来解决还有多少个人没有来呢？请同学们开动你的脑筋思考一下。有的同学啊说16个人踢足球来了9个，那16减9不就知道还有多少个人没有来了吗？对不对呀？有的同学呢不同意这样的做法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要求还有几个人没有来呢，就用16来减去9，也就是说应该有16个人踢球，可是只来了9个。那么16减去9就知道还有几个人没有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我们来算一下，用这样的办法可以来解答吗？如果16减9的话，又怎么样来解答16减9这一个算式呢？同学们马上开动你的脑筋来想一下。对了，有的同学呢想到，既然是用16减9这一个算式来计算呢，那么首先它是一个退位的减法，对不对？9比16的个位6要大，对吧？那么我们是不是首先就可以用小棒来计算呀？最简单的方法，我们用小棒来计算。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来看一下，我们首先是不是拿出16根小棒啊？对了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。好，现在呢，老师拿出了16根小棒，那么我们是不是在这16根小棒里面一根一根的减掉9根啊？非常好，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来做一下。1 2 3 4 5 6 7 8 9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我们就在16根小棒里面一根一根的减掉了9根，那么最后还剩多少呀？很好，还剩下1 2 3 4 5 6 7，也就是说我们就得到了16减9的答案等于多少呢？对了，16减9啊等于7个人。好，那么我们得出了16减9等于7个人，也就是说还有7个人没有来参加比赛，对不对啊？那么是不是有一队踢进了4个球这个信息没有用上呀？是吧？那么这样的解答到底正确吗？同学们想一下，可以怎么样来验算呢？
非常好，同学们想到了，如果真的有七个人没有来的话，那么没来的七个人加上已经来了的九个人等于十六人，对吧？等于应该来的十六个人。所以这个解答正不正确呀？非常好，这个解答就是正确的。我们算出来的没有来的有七个人，加上已经来了的九个人，七加九正好等于十六，对吧？那么就说明啊，我们的解答是正确的。那么我们就写上答，还有七个人没有来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我们用十六减九来计算这个问题呢，是正确的。好，那么十六减九等于多少？还有别的计算方法吗？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来回顾一下。第一种方法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十六分成两个数啊？非常好，那么把十六分成哪两个数呢？很好，我们把十六分成十和另外一个数，也就是十和六。那么首先啊，我们用十来减去，对了，减去九，十减九等于一，非常的聪明，这个算式呢也非常的简单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一呢，还要加上我们分出来的六，非常好，一加六等于七，也就是说十六减九呢，我们最后得到了七，答还有七个人没有来，对不对？再来想一下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？哎，同学们都掌握得非常好。我们把九分成六和三，为什么分成六和三呀？同学们想一下。对了，因为啊，我们都要把这一个减数呢分成被减数的个位来加上一个数，对不对？被减数的个位，十六的个位是六，那么我们把九分成六和一个数的话，六加几等于九啊？非常好，六加三等于九，所以呢我们把九分成六和三，对吧？首先呢用十六来减去六，会不会计算呀？会计算，十六减六啊等于十，那么还有三没有减，是吧？我们总共应该减九个，可是现在呢只减了六个，那么我们就要用这个十呢再来减去几呀？非常好，再来减去三。那同学们告诉老师，十减三等于几？对了，十减三等于七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就得到了最后的答案啦，十六减九等于七，答还有七个人没有来，对不对？那么这道题里面有一队踢进了四个球，是不是一个干扰的信息呢？对了，非常的好，那个信息啊是没有用的，对吧？很好，那么这就是我们这节课学的内容。我们这节课啊解决了几个人没有来踢足球的问题，有一个信息是没有用的，那个信息是什么呢？是有一个队踢进了四个球，这个信息和我们要求有几个人没来这个问题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同时呢我们也学习了怎么样来计算十六减九。好，请同学们啊认真的复习，并且呢认真的完成课后作业。我们下节课啊再见。